游乐园是我们每个人小时候从小到大的梦想，你可以在里面享受各种各样爽快的游乐设施，有的时候可以玩水，有的时候可以吃好吃的东西。但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象过，一个游乐园背后的维持跟运作需要多少的人力努力辛苦的工作，才能让你看到完美的舞台表演，才能让你看到欢乐的气氛。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专业的职业体验员，为你从头到尾深究一个乐园要好好的运作背后到底有多少人辛苦的付出。来，我们欢迎吕格进。哎，你好。吕格进对自己的体力有绝对的信心，目前在各大电视电影活跃演出中。格进之前在一个没有曝光的计划里面被我狠狠的整了一顿，那我们今天显然看到刚从法国外籍佣兵团回来的格进穿的是劲装哦，所以你预期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比上次好不到哪里去吧。哦，是这个样子，是不是？上次也不过跑了5公里之后做很多的家事，这一次我们先来问问看，格进小时候喜不喜欢去游乐园？超爱。超爱。小时候游乐园最喜欢去玩什么样设施？以前都玩什么旋转木马、咖啡杯啊、摩天轮这样子。哦，那这样子除了这些这个心跳加速的设备之外，以前会去喜欢玩那种水上乐园吗？很多妹就是穿比基尼在那边，然后大家就大家就我在旁边看这样，会去这样的设施玩吗？年纪小的时候还不知道啦，大一点会了。哦，大一点就会了。那所以你自己在这些游乐园玩好好享受的时候，你有想过除了我们有很多小孩子哇超高兴跑来跑去之外，背后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在努力的维修然后准备，才能让你看到完美的一场表演吗？其实小时候看到一直以为那个人偶装里面其实没有人，好，一直觉得是真的。因为其实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就是不能被看到你把人偶装的头脱下来，然后底下还是人偶装那种凉快散热的状况，因为就会破坏像你这样纯洁小朋友的想象。那后来是哪里走歪了，是吧？不是，就所以那今天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工作等待你体验哦？其实我想要稍稍跟你透露一下，包含了在烈日之下维修设备，包含了爬上30几公尺高的高塔，当然一切还得要你安全的回来。所以格进啊，今天你所有的吃喝玩乐都要由你体验职业的打工收入来支出啊。如果今天做的不够久、不够危险、收入不够多，你可能就只能走路回家啦。做好心理准备了吗？没有问题 ，OK 的。让我们跟他一起深吸一口气，准备来进行今天的打工换游吧。第一站，抢救地心。我们的第一站，抢救地心，这可是全球唯一的断轨式云霄飞车，浮中时居力高达4G。地上加地下总高度39公尺，这么恐怖的设施，我们体验者会是怎么样的工作呢？我想各位都看得出来，三个人脸上充满了欢乐的表情，表示我们等一下一定要做非常好玩的事情。没，看起来都不欢乐啊。好，因为很简单啊，等一下我们要检修这个力宝乐园里面最刺激的一个游乐设施哦。那您怎么称呼？我姓陈，我叫陈。嘿，陈大哥，陈大哥，这一个设施名字叫什么名字？这个叫抢救地心。抢救地心，它最高多高？最高，设施最高的高度是49米。那它最快的速度是多快？最快的速度是94公里每小时。听起来好像还好哎，但为什么我们在旁边看感觉那么恐怖？因为它是呈现90度的往下俯冲的角度啊，所以看起来会很恐怖。因为它的重力可以达到4.5G， 哦，接近战机在平常起飞降落之后的机力了。这个还有没有什么设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轨道，是没有接在一起的，所以也有人称它是断轨式云霄飞车。是，好像是世界第一个断轨式云霄飞车嘛。那平常你们在做检修的时候啊，大概需要爬多少公尺？35米的高度。这是要爬35米的高度？当那个感应器故障，我们要出去外面更换感应器。爬到外面，就是要到那个轨道上面去，不是单纯只有爬梯而已。哇，那这个你自己在这一个检修工作，在这个设施，你大概经手多久？约7年有了。7年有了，就差不多他出生你就在。在这7年之间哦，你检修了那么多次，爬过那么多次高度，自己做过几次？
我今天来是五次，好，五次是不是？就七年之中发生五次的事情，可以记这么清楚，我想恐怕真的是印象很深刻。那我们今天带来吕格进哦，就是为了要好好跟你请教一下如何飞高走低，而且他最棒的就是呢，他跟你学着走过一次检修的通路之后呢，他自己要试坐，那让他好好的体验一下。格进，这种激励4.5G 平常有经历过吗？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是不是？那陈大哥等一下就好好的指教，让他尽量的体会这种背后的艰辛跟努力，但还希望保住他一条小命啊。那节目要拍完比较重要啊，好，加油。什么？原来云霄飞车的检修人员这么辛苦啊，每天都要到设施的最高点去做设备检查，虽然有全幅的安全设备，但要到七楼高的地方去工作，光用想的就会软咖了。那我们上来平台之后，我们要先检查测试。那这边是操控面盘，是，所以我们先测试一下挂钩，它是不是正常？这有个开关，是。挂钩它就会往上提，来拉起来勾住列车，是，好，它有三个气压的声音，那表示它很正常。OK， 好。那我们挂钩已经测试完毕了，我们换检查下一样。好。我们现在开始测试它跷跷板水平动作。好，来，首先操车盘打开，再来跷跷板要开始动作了。现在它已经在垂直的位置了。那我们换检查下一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开始检查安全装置。好。我们现在检查它的感应器，这边感应器没有动作，因为它没有接触是正常的。那这边它有接触到，所以它有感应到，所以这也是正常的。正常的时候就有灯号。对，好。那我们这边检查完毕了，对，我们来做最后一个步骤，抹油。所以我可以做，对，你可以做。OK， 好，那大哥先走。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始轨道抹油。好，那我们的重点就是这边轨道表面是，加上一层薄薄的油是，保护轮子。好，那我们首先先把安全带勾住。好。从这边一直抹到前面那一段。好，那这边就交给你了。 OK， 没问题。哎，大哥，你们这轨道多久抹一次啊？这个每天早上都要抹一次。是整条轨道？是上面这一段。要车子过来的时候轮子要压过它润滑。哦，比较轮子比较不容易摩擦，所以只有这一段在，这一段在润滑，其他的都不用。对。去了。好，那这边就是我们断轨的最前方，是下面完全没有轨道，是完全是空的。有，而且体验看一下是可以啦，可是为什么这个一直在摇啊？因为今天风比较大，所以会晃动。好，所以很正常，对不对？对对对。OK。就可以回家了啦。OK。那我们今天这个阶段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是，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这是今天的酬劳。谢谢陈大哥。
谢谢。拿酬劳很高兴，对不对？葛靖，以前我们都熬你做白工，真的。那你看，我们这次格外要对你再好一点。那我们再额外附送你一个更好的礼物，就是免费让你再做一次，自己修的东西自己好好的体验。你看，是不是很棒？我可以把这个机会让给你吗？我想不行不行，我没有办法抢夺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交给你啊！葛靖就好好的享受啦。OK。没有错，自己的检修自己做。当在最高点的地方做检修时，我们的体验者看起来也没那么害怕嘛。但现在怎觉得脸有难色的样子？这可是制作单位的好意啊，好好享受一下吧。我靠！还好嘛，没什么，没什么。好，我们在看待李格进非常这个感人的地方呢，现在坐在最后面，希望他能够好好体验这一次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在看完他们的惨叫声之后，就准备要进行到下一个阶段啦、啊。希望大家好好的享受这个人生有趣的经验了、啊。